但是你刚才是有几个老袋啊？不是，你要先称啊，拿个数。不用，这有数字袋。那你发出来的信息也一样。当然一样，这个便宜而且新鲜嘛，味道好啊。哦，味道好，哦，新鲜，哦，这以为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我也吃一点啊。怎么解释？哎呀，我问一下大家，假如说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是2020嘛，假如说我们买那。